4岁班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请拿出幼幼科学课本一，请翻开第二页，请在这里写上今天日期。我们进入单元一，认识自己。我们来看这个题目，男或女 ？Boy or girl？ 我们来学这个字，男。小朋友跟老师读男 ，boy。女 ，girl。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女。好，我们来看图中有两个小孩，这位小孩是男孩，这位小孩是女孩。小朋友，请翻开第三页，请在这里写上今天的日期。我们来看这句子，我们是男孩。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，我们是男孩。我们来看图中的两位小男孩，他们在做什么呢？一位小男孩会踢球，踢足球和滑滑板，所以他们是男孩子。我们来看下一题，我们来看这个句子，我们是女孩。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，我们是女孩。我们来看图中的两位女孩，一位在玩洋娃娃，一位在拼小大象，所以他们是女孩。今天我们的科学就上到这里，小朋友在家里温习功课，谢谢。